中华关议会定期会关政咨询的最后一天，议事厅引起热烈讨论的议题，也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讲中华抢救是乌道，有关议员哦，就来要求县政府要来透过媒体，甲柯文哲个表明立场，希望伊会当公开道歉。中华关议会定期会关政咨询最后一天，关议员李浩成报上家己参与大甲骂廖敬中华期间的画面，爱警察局长判断画面当中的是不是有黑道？都要提团结起来，是不是黑道？从刚才的这个动作，我看不出来有任何黑道的现象。啊，人那个团结起来嘞，那个人嘞，我一撮一听一帮人啊。所以我讲啊，我们看不出来他有黑道的现象啊。参加这种宗教的活动，表示是黑道了。因为柯文哲曾经讲出中华抢救是黑道，未少议员拢已经伫议会要求县长为民国案硬起来，替中华人讨公道。哦，定期会加安尼表达，啊，唔过咧，哦，我们做做，哦，地方的百姓诶，他们啊，因就感觉讲，咱是不是咧啊要澄清咧，还是要刊登报纸要求啊，那柯市长哦，来赶快道歉。针对机关一再提出的议题，魏民国嘛再次强调，郭市长所讲的话已经伤害彰化人的感情，嘛抹黑到大家妈祖，伊应该为这件代志公开道歉。我们议会有质询以后我们的立场表达出来，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有报道了。媒体是报道他的啊，但是我们本身，咱爱站出来，咱爱立场啊。有啊有啊，我有看到媒体报道，有局长的画面，也有我的画面，也有议员质询的画面，都有啊。有啊。魏明国指出，彰化县治安先后伫全国排前几名。柯文哲讲出彰化抢救是乌道了后，唔那受到媒体公平，嘛伤害彰化人的感情，我乌到大家妈祖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